平川说论尽，天天聊魔兽。大家好，我是平川，今天我们继续三农民的对抗啊。这一次由英匪啊选择防守，然后 TH00 选择进攻。地图选择的是 EI， 出生在地图左边是蓝色的人种 ID 叫普通话补丁，哎，没错啊，就是 TH000 蛋总。这边开局直接敲三个民兵过来啊，就是三农民造塔。我们看一下啊，地图出现右边的是红色的暗夜精灵 ID 叫怪我太温柔，这就是英匪。那这两个人的对抗啊，看到有一些有非常有意思的评论啊，夫妻内战是吧？虐妻一时爽，哎，后面等等等呵呵。好，我们看一下这一局啊，蛋总选择进攻啊，英匪选择防守。这一波我们看看到底谁更强。上来三农民直接放下塔三根塔，这里的话，哎，战争古树放在外面，祭坛的话迟迟没有放下去。好，这一波的话，英匪选择是中立英雄来防守啊，有想法啊，这一局选择中立英雄来防守，看能不能防住。三根塔的位置造的也还可以吧，不知道能不能射到这个矿盖子，好像射不到啊，这个距离还是稍微的有点远。人走家里的话继续补农民啊，补的差不多之后直接敲过来啊，这个战术真的是非常的精髓是吧？有时候你看起来很简单啊，但是呢操作门槛也是有点高，并不是说你知道怎么防就一定能防住啊，对方操作比你厉害你还是整不过对方。好，这里看一下三根塔已经开始升级了，这边的话由于暗夜精灵是后面造祭坛，所以前期的话 AC 的数量可以稍微多一点啊。这里英雄看看会选择什么英雄，那选择英雄看看要不要选择 TP 回来，走过来不知道来不来得及是吧？你选择本族英雄的话直接出来，哎，我这里直接占基地了，可以可以可以，你塔还没有起来我就直接占基地，我躲还来不及吗？可以的。那这一波英匪直接基地站起来，好，三农民过来的话卡一下位置，不让对方的基地坐下去，这根塔的话还是能射到一下啊，往里面走，哎，射不到了，这里找个好机会继续运营起来，哎，还是可以射到。那小精灵要修啊，这个位置并不是很完美，对方还是一根塔可以射到。好，英雄的话这边，哎，我们看一下英匪选择的是火魔，而且是一个换家的打法，这一局防守跟之前的都不一样。那这一局的话是选择基地站起来，然后换家，选择是火魔换家，上来带了一个 AC 啊，而且在对方家里造了一个战争古树，那这一波看看能不能刚下来，小火人招出来，人族家里民兵一敲，那这个时候人族的话发现对方这个打法也是非常非常早就造了一个基地啊，把英雄造了一个祭坛，把英雄给招出来啊，选择是兽王，兽王赶紧回防一波啊！这里的话民兵第一时间去敲一下对方的战争古树，但你没有第一时间处理对方的小火人，后面小火人会各种分裂是吧，滋滋孙孙无穷尽也。好，兽王的话一级升的是熊，过来防守一波，这本来是人族进攻突然变成人族防守了，所以说三农民塔这个战术啊真的是变化多端。好，小火人招出来，这里想杀火魔，火魔的话疯狂走位，小农民状态有点差、啊、还是想围杀，那小火人岂会轻易让你给围住。这里 AC 及时隐身，哦呦，兽王没有满粉很伤，没有粉对方隐个身，哎呦，这是前功尽弃啊，操作了半天。然后小火人的话处理一下对方的个熊，这边小火人继续分裂是吧？你走我就去拆你基地，然后暗夜精灵家里运营的开开心心，倒是人族家里搞的，哎呦喂，真的是伤啊。这一波英飞啊，防三农民 T2 还是非常有心得啊，直接换家，然后基地站起来，这里小火人分了几个啊，1、2、3、4、5、6个小火人，哦哟，满地图的小火人。那这里的话人族的小民兵状态非常差，也没有商店，这一局蛋总很伤啊，居然被自己的好兄弟这样来搞事是吧，搞得心态有点伤。民兵继续敲，哎呦，就是想杀对方的英雄，把英雄处理掉，小火人就没了。那这个时候英雄疯狂走位，小火人又开始分裂了，哎呀，这一波打完的话，哇，人族一丝一血的小农民赶紧撤啊，有家不能回，你现在敢回去吗？那小火人疯狂输出、啊、这个时候兽王也是找机会，哎，挨一下对方的火魔，人族民兵再一次敲起来，这个时候火魔看一下20多滴血，兽王啊又熊招了出来，这里小火人又分裂了4个AC 隐个身，这里的话，哎，想杀个回马枪，没想到被熊给拍掉了。好的，这一波的话秀了半天的火魔终于被干掉啊，小火人瞬间基本上全部消失。那这个时候有个 AC 啊， AC 每隐个身暂时发现不了啊，毕竟现在是晚上，
我们看一下这里暗夜精灵家里啊，资源运营的很开心，虽然说被一根塔射，但是啊问题不大。好，我们看一下接下来英菲怎么玩了。英菲哇，家里已经补了四个 AC 了，战争古树往前冲，那要开始拆塔了。这个时候兽王怎么整呢？去买个粉吧，没有粉真的很难处理对方的 AC。家里看看三口月亮井，然后战争古树开始往前冲啊 ，AC 站好位置。这边小精灵修，把自己的这个战争古树给修好啊，开始杀农民了。农民杀完拆塔，这个时候兽王赶紧单传啊，买了单传，买了粉啊，上来的话一把粉一撒，塔开始 A。啊，这个时候三根塔有点扛不住啊，对方有五个 AC， 而且三口月亮井。哇，这一波英菲三农塔防的真的是完美啊！换家基地站起来啊，然后疯狂分给小火人。好，人族三根塔现在仅剩两个，这里再撒一把粉，哇，人族家里民兵都敲了过来，但是来不及了啊，对方 AC 数量实在是太多。好，我们恭喜英菲啊，又来了一场教学式的防三农民 T 啊！好，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记得点一波关注，我们下个视频再见。